支撑我的年轻的时候是饭盒，在后面是为了生存五块钱。16岁，我第一个梦想就是做武术指导。我18岁就做武术指导，最年轻的武术指导。做男主角，我今天有机会了，我要把这部戏拍好它，我要拍好它。今天拍不好，明天再拍；明天拍不好，后天再拍。用生命去完成我自己所有的愿望。我当然现在可以退休了，但是拍电影有意思，我还有很多想拍的电影。Congratulations, Jackie Chan. After 56 years film industry, making more than 200 films, I break so many bones. This is mine. 明年我入行入水，我几乎一辈子一直都是在电影圈里面发展。这个故事的角度呢，就比较特别，跟我自己很像。来，下来。